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Come to the free land. To tell the truth, to hear the truth. Mamang Usho de Pani Dambi Lam Lim Jongla Mansus. Human dignity exists as human rights privileges based on only democracy. And ye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not equal.失去希腊吗？就是。1959年，中国占领了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和80,000多的藏人被迫流亡印度。为了早日恢复西藏的自由，所以陆续在印度建立了临时政府、学校、定居点和宗教中心。的自由民主，1963年制定了宪章，1991年成立了西藏流亡议会，并讨论通过流亡藏人宪章，成为最高立法机构。为了建立完整的民主政体，最高藏人司法委员会于1993年成立，形成监督与制衡的司法机关。2001年，在尊者的指导下，藏人行政中央的总理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这也将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运动更向前推进。所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交由藏人行政中央担任领导，结束了西藏近400年的政教合一制度。七十年汪汪洋洋，完整下来，目前拿不了几多小局，他是什么人？干部的前头来吧，心术强，平民单纯的他是热当家，担任明白了。2011年就任的总理洛桑森格。在2021年将政治权力交接给民选的新总理边巴茨仁，成为西藏民主发展的另一个历史新契机。